注意，车内有放射性物质，闪电射手，你们二人必须同时击中车内目标，防止引爆。闪电收到。射手收到。 警中线。 干得不错。 看戏看得过瘾吗？过瘾。太过瘾了。 今天让你来，是让你见识见识，你爸爸是干什么的？让你见识见识，你爸爸这些徒弟是干什么的？行了，送这位少爷回家。走吧，回家，干嘛回家？道不同，不相与谋啊。戏你也看了，我们也对得起你爸爸了。你还有什么说的？ 哎，不是，等会儿，我不是逃兵，我不怕死。你是不怕死，可是你吃不了这种苦啊！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军迷，做你的少爷吧。我不走，那就只好轰你滚蛋了。滚吧，省得我看着你演戏。小周，不是，我不走，哎。 别，我不走，哎，就是不走，哎，别，我不想走，你把我留下吧啊！我不怕死，我不怕吃苦，真的。你不是要自由吗？在反恐特战队，没有你要的自由。我不要自由了，你把我留下吧。走吧，别再丢人现眼了。你看到我挂了份儿行吗？ 把我留下吧，好好想想。
我跟了山猫很多年，他非常相信我。他们呢？你过去，你们俩自己套。 不是我，快掏出来！真的不是我。 这是远征同志留下的遗物，酒壶是送给我的，信是给你的，给我。
征同志在遗书中说，他最放不下的就是他的儿子。如果他牺牲了，让我们代为扶持，管教他的儿子。